Clockin 集妆点先可以 hold 到全日？首先个妆要够贴，用 Body 嘅清洁同埋护肤品将老化角质带走，再加以保湿，咁水润滑溜嘅皮肤仲唔 ready for 一个最贴嘅妆？唔想用妆，当然要用 primer 之后先上粉底同遮瑕，千祈唔好咁厚啊，个妆会裂开噶。咩啫？你用 freestyle 吗？最后用 makeup setting spray 喷喷喷，大妆噔噔噔用啊！I know， 都系讲翻嘢啦。眉妆继续完成之后就到眼妆啦。Urban Decay 嘅 Eye Primer Potion 同 Eye Shadow Palette 一定系 BFF， 你嘅 free 颜色就算比较 rosy 同埋柔和都一样好出色。加埋眼线同 mascara， 即刻有对非常精灵的眼睛。块面同我一样咁唔立体嘅朋友绝对唔需要担心，因为有阴影同 highlight 曼 QQ， 记得上埋胭脂先会有好气色的哟。最后亮灯仪式嘅部分，当然系要拣只够 sharp 醒嘅唇色啦。换埋呢套 outfit， 是唔是好青春、好有活力、好 clocking 得咧？玩到夜晚攰晒，望落依然精力充沛啊嘛！好啦，我出门口啦，拜拜。